噔噔噔噔，我们现在是几点钟？七点钟，我们起床了。我差点就忘了。看，我们三个人都是黑色。看，我们今天都带了领带，而都是黑色。等等，我们的行李，看他的行李最行李箱最小，居然还能放我们的东西。等等，我们的早餐，麦当劳。我们今天的早饭，看这里面有鸡蛋和肉。它的，哎，上海市的麦当劳好看。快到机场了，还有十五分钟。好了，到机场了。哎，我王老师贴心的帮我们把行李都拿出来了。登完机啦，然后我们要也要买水吗？前面有超市吗？前面买算了。前面还有吗？无所谓了，我不想不吃不喝了。叮，奥兰多。还有一个小时登机。9:14戴口罩。刚刚去买了瓶水。准备登机啦，戴好口罩。飞机延误了，然后我们一直在这里排队。你看这个后面，从这儿一直到那边，那么多飞机。机场小吗？小机场。你看他背这个包，太好笑了，好大一个包。早餐店老板都不这么背。下飞机了，家人们，真不错。终于来酒店了，我们经历了坎坎坷坷。来 check in。And your room will be off to your right hand side there for you. Okay. Now, this here just talks about our entire hotel for you. Yep. Like your free Wi-Fi here with no password at all. Okay. 叮叮，终于经历坎坷，我们到了酒店。五颜六色的泳衣，其中90%都是欧老师带。出门。出门啦！对，我们改了计划，虽然不去沙滩了，但是去游泳池。对。好美呀！王老师。
我想上去换第二套。我们这个告一段落啊，现在准备去吃晚饭，吃王老师一直期待的烧烤。我们一会儿去这儿吃烧烤，还有6分钟车就来了。哎，5分钟我们去吃烧烤耶！开始点吃的。这家现在的空调这开的太大了吧，跟那个瀑布一样。我们已经选好了，选了好多肉，然后还有一些菜，我最爱的蘑菇，还有这个南瓜，还有地瓜。一抬头发现外面的晚霞。我们来拿点蘸料，然后那边还有好多水果。第二轮怎么没？燕麦水，真是奥兰多，也就是什么都有。我们来便利店买水。买了水和牛奶，没有这个好喝。奥兰多的便利店，都差不多的。司机说我的笑声可以去参加比赛，很好笑，然后可以拿第一名。我破防了，真受不了了！这别墅，我破的好笑笑什么特效？超好笑！是，张大嘴巴子。那门口有个二，他说这是啥玩意儿？我和老师在说什么呀？空调好。啊，是会见米奇 ，at Times Square 剧院，要二十个point。有我乐个博主那味儿。Turn it up, cause it's getting heavy. Wild, wild, West Coast. These are the girls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